飞檐飞啦吼，啊，一只鸡尾就惊伫边啊，啊，即摆鸡尾就啊，安吼，伊迄时就叫安尼啦吼，都啊，安就是伫咧哀啦吼，啊，即摆迄鸡安走啊，你都哭咧啦，啊，唔起来，伊脚都哭落啦，哭咧，只鸡都只死，啊，都暗落啦吼，暗落即摆一半只走靠边吼，来许落来，啊，对这个甲扑起来。啊！只鸡母就哎哎哎，安尼就爱啦，爱只囝都叫起。我就细汉时阵看到。嘿嘿，阮做囡仔时代啦，安啦啊，阮来遮啦吼，遐海边啦，遐水啦淹嘛到遮啦吼，遐鱼啊，细尾鱼啊都真济，啊，即落即款鸟都安尼规个我遐咧食咧食，啥物鸟啊都有啦，啊，即嘛遐白头鹤啦。迄毛鸡啊，迄闽南有一只，迄是做红红光鲜啦，较早讲迄个做红光鲜啦。啊，佮迄白头鹤啦，迄是身躯黄的哦，无共种。啊，脚安尼吼，吼，就佮跟直直走，直走。啊，阮做囡仔就家己堆，啊，即摆堆吼，伊就赶紧去落土底。啊，阮若所有伊就去摇起，阮就去甲堆甲堆，惊死！堆个堆个款迄落白头鹤啦，白头鹤啦，嘿，白头鹤啦，恁嘛知影，迄个恁来找咧看咯。和尚蟹款，啊，讲过咪我听无？听无？嘿，白头鹤啦，嘿，啊，拄啊，迄只迄恁分一张吼，一只迄做红光鲜，一只脚不大只个，啊，一只足细只个，嘿嘿，几啊种呢？干那迄款迄落毛，阮总讲是讲做毛鳍啊，较早讲做毛鳍啊。哦，红光鲜，你可能讲迄个招潮蟹款啦。嘿，啊，嘛是用个一种做红光。红光，嘿。红光是较大只毛鳍啊，搁一种做毛鳍啊。嘿嘿嘿。迄拢咸水的，毋是扁虾啊。哦。扁虾啊是正水的才有哦。哦。嘿啊。哦。啊，阮做囡仔做是毋是？倒来这片看，哦，这围起来较早就规片，嘿嘿嘿，啊，就有人来遐咧掠物件啦，有咧炸鱼啊啦吼，啊，土底啊出了公蛋啦、赤嘴啊啦、蛤蟆虾啦，土底拢家己野生的呢，啊，拢个海口人拢来掠呢，啊，阮做早囡仔就爱好奇拢。对人人穿着鱼的脚迄落来吼，人咧炸起啊，捡鱼爱细尾啊，唔甜，啊来捡，捡迄细尾鱼啊，迄个做刀刀啊，啊捡倒去食，啊阮就放伫拢。拢对人来啦，啊，阮一惊插到，阮唔敢，唔敢去掠迄鱼啊。啊，嘛有迄款迄落鳍啊啦，嘛有鲫嘛啦，嘛有迄落沙嘴啦。迄大行都有沙嘴边啊，两支竿，两支鳍，啊，迄落脚足长诶。大行有啦。啊，带偌久？你一只带偌久啊？啊，我都做囡仔伫遮出世的啊，啊，大做嘛是要大伫遮。哦，哦，阮阿囝拢出外，我无啊。嗯嗯嗯。哎啦，阮阿爸讲，哦，迄泡水哦，人牵水刀呐，要洗头，足好个，咱难做啦。安尼脏脏的嘛，足好个呢。啊，无想讲咱买啊，咱嘛是牵水刀。较脏是较脏。较早床脚拢干净，拢用药的啊。我落去探的，无像即马讲拢有水道啊。嘿，啊，阮前头八九十栋啊，啥物拢嘛知影。啊，阮是讲遐做五股内拢咧做事。啊，我安尼讲，嘿，我来就无安尼讲。你头股啊，五股内，啊，伊会好赚钱啊，好赚钱，拢咧讨海。较早拢咧，阮一个长工，咧讨海咧掠鱼啊。嘿，阮长工啊，现安啊。